在网上买的衣服。儿子，不对，你的衣服到了，来试一下，还能穿吗？我的腿大好，还能行能穿不？谁谁？啥衣服？你这两天的衣服吧？你不是买了吗？你看了吗？拿来，不好意思，这是上面是谁谁的？不知道。这是上衣，这是上衣。还有我优惠券呢，一块钱呢还。他说韩版的，韩国产的，韩国还能买吗？不是。扔到垃圾桶，扔到垃圾桶。好孩子，过来。哟，不行，来给妈妈扔在垃圾桶去。扔垃圾桶，你自己扔。是。啊，扔在里面，你自己扔。小孩子从小住到要爱卫生，快点过来。好。扔掉。过来，扔掉。啊，扔掉。哎呀。真聪明，好宝宝又拿去了，好宝宝扔掉啊，扔掉，自己扔，你看妈妈扔掉了，你把你那个扔掉，我给你这个，扔掉这个，啊，扔掉，来，妈妈给你这个，啊，玩吧，哎呀。来跑起来，你看刚才吃西瓜了，身上都吃脏了，现在到处都跑。哎呀，慢点哟，好不好看呀？这不很好吗？不是很好吗？那个裤子衣裳吧，还行。这衣裳肥吗？这不算肥哦。啊，真好，你很瘦的不行啊。真的。上街。黑眼神哥脏。这裤子也不算短。不短。是吧？嗯。你得往上提提。往上提提。你裤子往上提提，只往可以卷，是吧？往可以卷。嗯。卷一下，可以卷上去。不是，这里头有哪个？有风衣呢。那行。嗯。还行。行，这样子这个凉快了，这个。小伙子，哈哈哟，开心的很。